集结寿丰乡、凤林镇与光复乡等三乡镇抗议普丰计划设大型养鸡场案，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在凤林镇的凤义里水源地展开了。发起三乡镇抗议行动的凤林镇凤义里里长萧文丽则表示，普丰集团在凤林多处以个人的名义买地，计划设置大型的养鸡场，引发凤林镇民的怒吼与抗议，建议县府应该撤销普丰设厂的申请，还给地方干净的环境以及人文风气。普丰集团计划在寿丰乡树湖村新建25万只的养鸡场之后，引发寿丰乡凤平村民以及凤林镇凤义里道路里面的居民强烈的反弹。居民以联署抗议的方式表达守护环境的决心，也引起凤林镇民代表会公署的关切。继光复乡公署表达拒绝普丰设厂诉求之后，其后寿丰乡公署也声明拒绝普丰设厂。由于抗议普丰以此公司设置大型养鸡场的诉求以及连锁反应持续燃烧，这把火可能会烧到更多的单位。普丰滚蛋！普丰滚蛋！普丰滚蛋！不惜代价拒绝污染，保卫家园拒绝鸡场，保卫家园拒绝鸡场。三个乡镇集结抗议行动，还获得临近花莲县的台东乡镇声援。各团体的抗议诉求并非是对环境的余力、普丰土地的取得方式，抗议在普丰机场预定地进行。数以千计抗议群众集结拉布条抗议陈情，要求花莲政府废除容许养鸡场设立以及建造合法，也不接受任何的条件谈判，誓言赶走普丰、拒绝污染、保护家园的决心。来为我们乡亲来跟我们协助，也请我们核准的主管机关县政府要考虑到我们基层村民的诉求。凤林曼城的美意以后变成错神，我们对不起前面奋斗的一些同事们，不一刚是臭摩托我懂台北去到位吃饭也错，睡觉也错，这样的世界变成生不如死，所以我们必须要绝对抗议到底。他们的鸡粪要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他们的废水要排去哪里？下面都是农田，他们的废水应该就排到我们的非常干净的地下水吧？不要回灌进，只要不要在这边盖养鸡场就好了，好不好？抗议现场还有原住民同胞要求县府以原住民基本法通过部落会议的共同决议，才能够衡量养鸡场设立与否，以符合居民的共同期待。大花莲新闻综合报道。